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我是峰峰。一大早的，村长跟那个做工程的师傅来了，商量一下那个地，就是那个路，那个路面怎么搞，怎么修，然后现在去看一下，走。啊，原来与你们跟那个阿婆的，跟那个老庄的还是见过了，看他们买的管子可以。主要是工人买管子也都能钱的，看那上面那边一千多，嘛是五米。下到我们昨天讲那个嘛，下到八米还是八地？八地，下到八地的。我跟你讲，他昨天在耍那样子，那样子嘛，钱拿钱里来的，帮拉走，然后那个要帮扶住你，帮你去扶好。都有人都要人多钱那个，没有的商量嘛。老徐，你要老婆不咯？那当然，全部你过去的。哦。你过去我赚着500的正数。几天啊？舒服啊吧？几天啊？嗯，来，舒服啊。到了，大家好，大家好。哎呦，好内心嘛，那会。他也爽啊。他出500，我出7000。你已经少还500了。哦，对。没去取500，你已经少还500了。来邓女士。那肯定的嘛，然后我们的台电嘛，然后我们的酒店。一起去了。我们现在是这个是那个主要负责切莫打那里整个工程，他负责的。他说我就是少收500块钱嘞，打出500。我修过了，你修吧。你打大战成都这样，你少钱嘞？我靠！但是那还可以去收钱咩？我也没收了。没收了？呀，没收啊！没收了，没收了。哎呀，你打回去。公里时。你当然要取500块嘛！哎呀，你当然没取啊！哎呀，没干，没让你取啊！500块。哎，没取。取要，要给你好多的嘛，没好多的。我那想公开嘛？没想公开，没公开，反正我找到，反正我来找。嗯。要么刚好就，哎，你要付款给我，几个月穷了嘛的，你要付款给我嘛？因为昨天开了。11000。赚两两，然后赚3000先，反正自己都懒得搞。然后就开工了。然后垃圾都给我过。来。哎，拿到，搁卖材料的，你的。卖材料的。你的准备了吗？他给卖罐子要2000块钱。有，那你20几根罐，40块钱一根。接头。连接头那么2000块呢？22根都800几块了。你没来，没来考我们，我们两个你看可以。啊，要么你教我的啊，不然永远你看我。干嘛？那不，就是我爸不是做生意吗？是不是？刚才打电话。啊，刚才打电话过来。好事。说买猪回来。买猪回来养，然后现在就转不过来。买猪？嗯。养猪啊？那不是。你养猪不发达，我操！就转不过来。所以说想叫你借点，转给他先。嗯。要多少？要6000就可以了。没有手机。我在上面。我就转给你微信了，是不是？嗯，然后我再转给他嘛。所以说家里做生意那没办法。你远在外要操心家里。哎呀，多了一个零。可以了。到了。听到了。祝你爸生意兴隆。谢了啊。你刚才给他告来了哇？那差不多钱都付了，没给他告，。搞你的辛苦，辛苦，没见我有没给感到钱我少了。好了，这个今天的话呢，来好早，来好
好早，我是这一群，那个这边那边已经那个确定了，刚才在这里的这个是负责那边做事的，他负责包工包料，就那么多，然后80多米，然后埋管这些切割全是他让他搞，也是我们水利大队的，然后后续的话看一下吧，看一下我们会去看一下他那里做成什么样子，到时候希望可以把这个咱们这个乡村所遇到的问题一起来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把这个水利村弄得越来越完美，生活越来越好。好，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下期见。Hello U2B 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农人 DJ 峰峰，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农村原生态有趣的生活视频，感谢大家的订阅，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祝大家生活愉快。